你想嫁给我吗？你不是说你不会弹吉他吗？他是不会，这是跟我紧急训练了70天的成果。你干嘛呀？有一部电影叫《楚门的世界》。楚门呢，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，每天被所有人围观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世界是虚假的，除了他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女孩出现在他的世界里，告诉他了真相，让他知道他的世界是虚假的。这十几年来，我给自己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，其实看起来挺不错的，但那不是我想要的。后来，我的世界里也出现了一个女孩，把我带出来了。刚加上你微信那会儿，我在火车站看你的朋友圈，看了足足一个多小时。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我过去的生活和圈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我没有。你带给我的太多了，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过，不止一遍，是你帮我克服了障碍，让我重返赛场，是你给我了勇气，让我回到真实。还有那天，你打赢了比赛。
跨越了大半个场地来牵我的手，就是跟我传递胜利的喜悦。知道吗？你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喜悦，还有对一个项目的疯狂热爱和一个赛场之王的骄傲，这些都是我弄丢了很久但找不回来的东西。谢谢。谢谢。真的世界能够去实现美。